珊珊，其实李子峰他就是个大渣男，我早就想劝你跟他分手了。嗨，都过去了，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我们就不要为了这些不相关的人影响你的心情。丁宁，今天是你生日啊，要不我们去吃东西吧？我招待附近很好吃的日料店。好啊，那我再嫁个人吧。宝贝，快许愿。哦，还有这位林总。谁让你叫我过来的？那你还不是过来了？我是看你孤寡老人在家挺可怜。你们两位能不要争了吗？我们赶紧许愿好吗？那我们一起庆祝一下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丁宁，我单独敬你一个。嗯，不了吧，我们家丁宁喝完酒可是很恐怖的，他就是这一杯的量啊。没事，我可以的。你可以什么呀？我还不来。我替他喝。好。能喝是吧？来，看不出来呀，林总还挺能喝。前辈不醉吗？丁宁，你老板怎么喝成这样？没事，他的车马上就到了。小爷，你说你这个臭小子这么闷，怎么会有女孩子喜欢你？车来了，啊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不用送了，你们快回去吧。我车就在那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们俩，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。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，我没事的。这就是宵夜的家，我竟然来了宵夜的家。没想到你喝多了是这样的。其实，平常我还挺能喝的。哎，出糗了。没有啊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小燕。嗯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是吗？我喜欢你，可能你觉得我们才认识一天，但是在我心里，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。我不会说太多漂亮的话，但是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其实我也喜欢你，虽然只有一天，也许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但是你真的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熟悉感。
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嗯，我愿意。还说丁宁许了奇怪的愿望，你自己不是也许了想有人陪你一起过生日的奇怪愿望吗？就是因为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，所以才和丁宁一起被困在了这天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现在只想一切恢复正常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。他难道真的对我一点想法都没有吗？你有没有觉得冷啊？那我给你拿床被子。哎，不用了，我突然又不冷了。那快睡吧，熬夜对皮肤不好。睡着了也这么好看，这张脸简直就是作弊般的人生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被女朋友这样盯着，我怎么睡得着？我不是听。快睡吧，再不睡，我可真的睡不着了。终于在一起了，希望明天是五月一日。小野，你要是再不来，我就跳下去给你看。你确认恋爱关系了？所以你昨天在他家过的夜？其实时间循环和我根本就没有关系吧，和宵夜也没有关系。就算我每天跟他告白又怎么样，反正他第二天也是不记得我。丁宁，你振作一点，要不我们就不出去了。我觉得在时间循环里挺好的，又不会老，钱又花不完，为所欲为，反正第二天没人记得。那我们再想下一个办法。我就不信了，这破谜题还解不开了。来开会，哎，我们想办法。我说了根本就没有办法，我每天都在做无用功，这里根本就没有你要的答案。好，对不起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等你心情好一点，我们再聊。怎么了？我害怕。你怕什么？怕你明天会把我忘了。我怎么会把你忘了呢？那答应我，一定不要离开。小野，
5月1号凌晨0:01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死者一名，男性，身份不详。3、2、1，走。坐哪？坐哪？咱们就抬这个桌子，把这距离拉开，这边先撤。19级2，2进1次。我要点名宵夜，宵夜什么？那模仿好像。两个人手拉手，手到了塔子外面。谁一人盖一张？嗯，啥子？哎，我还能往前面出吗？可以。我还能往前面吗？往大王那边看。往这边，稍等一下啊！你要看我那个。啊，你说话。不起，我真的一下子不好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大家，哪里在这里？我来一个，我来一个，我看一下。好，3、2、1，走。夏夜。